自从参加了《爸爸去哪儿》和《妈妈是超人》，安吉和小鱼儿就成了许多网友心中的宝贝萌娃。尤其是安吉，吐槽爸爸，安慰妈妈，照顾弟弟，简直就是全能型选手。节目中的表现也是萌翻了一众人。虽然节目结束后，网友们寂寞了不少，只能靠胡可日常发布的照片以解相思之苦。日前，胡可就贴心的在网上晒出了一组安吉的照片，并附文：“秋季游园会，安吉同学要表演小白船，要求做个发型，我只能亲自上阵了。这发型做得可还好。”照片中的安吉穿着条纹衫，将之前可爱的刘海都撩起来，这帅气度简直爆棚，估计也是对自己的发型十分满意。安吉也配合妈妈大摆 pose， 网友纷纷表示妈妈手艺真好，特别帅。还有很多网友觉得这样的安吉和宋仲基更像了。